光，日寒寒要暖，风大浪高九丈九，九九归一。路长长又急，水潺潺不返，船里港湾九十九，九九归一。风吹树摇，雨后晴，日落黄昏，离人归。谁说我乘光去？夜哭早衰，春再来，芬芳如故，看斜阳，百鸟傲归林间。莫叹世间冷暖情，红尘有爱，且坐下半杯黑世情怀。大千世界尽如故，花落花开莫等闲，今宵月有明，今宵月有顺风号逃脱日本海军的时候，你在船上吗？在。何先生，你不知道，这小孩啊可厉害了，割断日军快艇缆绳的就是他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陈佑寿。你知道吗？出海运粮是好危险的。我习惯了。有胆量，我欣赏你。哎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他现在啊在我修理行帮忙，你有消息啊直接去通知我就行了。好的。哎，巴老师，汽轮机赶紧给我修好啊。好，放心，我们都在加班呢。嗯，好。现在老师公布一下这次考试的情况，陈佑福100分，李健95分，李奇轩90分，陆小龙75分，终于及格了。对，这次考得不错，同学们掌声鼓励他。我说帕拉索啊，我们公司的运粮船现在怎么样了？何先生，我的技术你可以放心，一直以来都是 muito bom。 嗯，哎，不能再拖了，上次运过来的大米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了。我决定明天派船出去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通知一下阿寿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如果今天没什么事我先走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嗯。明天学校要召开优等生的授奖大会，你回去告诉妈妈，让她一定要来参加，因为你还要代表优等生上台发言呢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阿寿，你去收拾一下，收拾完今天就算是下班了。好。啊。啊，对了，寿，这运粮船明天8:30准时出发，你别忘了啊。不会的。这还有这个事，你记得跟你妈说一声，不然她会为你担心的。嗯。啊，这门你帮我锁好了，我还有事。好。啊，记得。
再见。啊。阿锁，哎，阿寿，陈嫂呢？陈嫂怎么没来送你啊？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妈。哎呀，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陈嫂呢？我怕她担心我不让我来。哎，担心什么呀？哎呀，这，你说陈嫂不来送行的，她肯定会很担心的嘛。再说了，知道是我推荐你来当水手的话，那肯定埋怨我的。啊，不行，你在这等我。我去找陈嫂去。阿福，又把早餐做好了。嗯，妈妈。哎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你忘了吗？什么日子呀？今天开家长会，你忘了？我还真忘了。几点钟啊？10点钟开。妈妈，你不用早去，老师叫我和同学早点去。妈妈，到时候你可别忘了。忘不了。哎，你哥呢？他大清早就走了。去哪儿了？说找到打工的地方上工去了。打工？嗯。我怎么没听他说呀？阿福，嗯，跟我说实话，你哥是不是去做米仔了？不是的，人家米仔不都是半夜走的吗？妈妈，你别担心，哥哥都是大人了。妈妈，我走了。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，时间赶不及了。妈妈，别忘了，上午10点钟开家长会啊。我知道了，你等会儿，把这个带上，去吧。嗯，小心点啊。嗯。不要客气了，只找你有事吗？什么事儿？这阿寿啊，说要去顺昌公司当水手，出海晕粮呢。他告诉你了吗？没告诉我呀。啊，这怎么没告诉你啊？这，我就为了这个事儿，我还把阿寿臭骂了一顿。
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就今天早上呢，就所以我现在就来找你了嘛。快去，哎，陈嫂，陈嫂。运粮的船都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。陈嫂，对不起，阿寿出海是我介绍的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我们水上人家儿子出海，哪有一个做母亲不来送的？陈嫂啊，其实阿寿不小了，今年都18岁了，很多事他懂的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18岁了，他也是我的儿子，他也是一个孩子。你记得吗？阿寿上顺风号的时候才多大呀？他没事的，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你不会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的。陈嫂啊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阿寿一直知道家里有困难，他很想帮你，他怕跟你讲，怕你不答应，不让他出海。这孩子心里可明白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是你这样想的。是，这个是我之前没告诉过你，是我不对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帕拉索，我不怪你，我谢谢你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一定要保佑阿寿平安回来，一定要保佑阿寿平安回来呀。
今天是我校本学年优等生颁奖大会，在十名优等生中间，最优秀的是陈佑福同学。他虽然家境贫寒，但异常的努力，品学兼优，堪称我校同学的楷模。为此，校方决定，他除了享受优等生的同样奖励之外，特别授予他金质奖章一枚。现在，欢迎陈佑福同学上台领奖。大家讲几句好不好？来，鼓掌。我陈佑福今天能拿到这个奖，感谢的就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妈妈。因为我家里穷，爸爸生病，妈妈没有多余的钱让我上学，可是她并没有放弃，从小教我读书，教我写字。当我爸爸去世后，我妈妈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当米仔。要是我没有了她，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，也不会对大家说这一番话。做纪念，同学说这是用金子做的，要是我们家没米了，就用它买米吧。傻丫头，妈妈告诉你啊，这是镀金，不能用来买米。是妈妈不好，没让你吃饱。妈妈，长大以后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买很多很多的米，让大家吃得饱饱的。好孩子。阿莲啊，哎，阿莲在家吗？谁呀？我，阿莲。哎，波哥。哎，伯伯。哎，好啊，阿福，你可给我们水上人家长了大脸了。今天他们遇到我都说你们村出了个小神童啊。我们家店如果有你一半多好啊。你可别表扬他了。波哥，你找我有事儿是不是？是啊，我找你想商量点事儿。哦，哎，阿福出去玩去。啊，嗯，您坐吧。哎，伯哥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上一次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，我回去想了很久。现在万计名下的四条渔船的渔工和水手共27家，有2家离开了渔村，还有25家都有小船。大家都挤在一块儿在近海捕鱼，
谁都养活不了一家人。如果要是把小船安上马达，到远一点的海域去捕鱼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到远一点的海域是挺好的，可是要是到了公海，可是有小日本的海上巡逻队啊。所以说，一两条小船。我估计他也没有太多的本钱。阿莲，你就为了大伙儿去试试吗？啊！那行，我试试看。哎，阿莲，那谢谢你了。太客气了，伯哥。好了，那我走了啊。行，那我送了啊。哎。哎呀呀呀，陈嫂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忙呢？哎呀，没忙什么的，找我有事啊？啊，有点事儿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进去谈谈。哎，我看别了，要不找个舒服点的地方？不用了，就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了。没事，那旁边有个咖啡厅，挺好的环境。我换件衣服，你等我一下好吧？行。我就直说吧，现在大船不能出海，我们想给小船安上马达，这样就可以在港内捕鱼了。你呀，找对人了。去年呢，有一家船行倒闭了，我就低价收购了十台小马达，我用了两台，现在还有八台啊，放在那个仓库里呢。我觉得装在你家的小船呢，可合适呢。那真的太好了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没有钱，想打到鱼以后还我，是不是？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哎，你看呐，让于兰跟我签合约行不行呢？万老板他现在病危了，于兰可能会倒闭，这样做肯定不行。一户一家一户的，跟他们打交道啊，也很麻烦。哎，你看，给你家小船装一台马达，
那阿寿就不用出海运粮了。我们水上人家都是生死与共的朋友，以前我有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在尽力帮我，现在大家有困难了，我不能只顾自己呀。我以前呢听中国人讲义气义气，我以为说说而已呢，看到你啊真够义气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我签约，我把那个八台马达给你了啊，然后呢你再跟他们签约。我跟他们签约？那我不成开鱼篮的了？鱼篮老板你不是天生的啊？但是你对那个鱼篮的事情熟不熟悉啊？我从小是在鱼篮街长大的，像鱼篮怎么跟员工分成，怎么销售，这些我都帮老板做过。哎呦，上帝保佑啊，看来主啊是看上你了，聪明能干的又让人信任的，你呀就开鱼篮吧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看现在的日子啊，穷的就没饭吃，有钱人啊可是天天吃喝玩乐的。澳门这一年呢、啊、就多了几十家酒店，你如果有鱼了你还怕卖不出去啊？我回去还是先跟大家商量商量吧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八台马达我就留给你了啊。你没问题，我还有一个大问题。这还有问题？分期还款怎么算？你呀、啊、真的是当老板的料子。那你说怎么算？我们这样，我们以一年为期限，分两期还。第一期我先还你50%，第二期我们按当时银行的利息我加给你。陈嫂啊，我真的小看你了。行啊你。大家同意咱们就尽快签约吧。哎，我看你啊早就是行家了，这份合约啊你来写，写完了拿过来两个人一签字还省事呢。好，来，愿上帝保佑你发大财，也愿妈祖保佑你。这什么东西啊这么苦？这就是咖啡。这苦吗？这跟你们中国人喝茶不是一样吗？可不一样，中国人喝的茶呀是苦中有甜。那我们西方人喝咖啡就苦后带香呢。帕拉索，你有没有顺昌公司运粮船的消息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打听的，只要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。我最近听说日本鬼子和海盗越来越猖狂了。是，不过阿寿出海之前呢，我是了解过的，这一水何先生是亲自带队。何先生他亲自带队了？嗯。可就算何先生他再厉害，他也抵不过日本鬼子和海盗的枪弹呀。早知道你那么担心啊，我就不应该让阿寿去顺昌公司出海运粮了。看来说来说去啊，还是我这个鬼佬不懂事。帕拉索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这是给我们家帮忙。来，为了我们的合作，干杯。好，干杯，合作愉快。阿寿，哎，何先生，啊，扫得很干净啊啊！哎，对了，哎，阿寿啊，你读过书吗？读过，都是我妈教的。
哦，对了，我妹妹阿福啊，上学是偷考上去的，一考就考了三年级，也是我妈教出来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不可思议，很了不起啊！老板，你看那是什么？都到齐了，你们船装的什么货？我们是奉命去广州运粮的，只是条空船。押船的人呢？没有押船的人，公司已经派了人在广州等我们的船了。收，收收。老大，是条空船，真倒霉。走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阿寿啊，刚才真是虚惊一场啊。哎呀，哇，阿寿啊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！你不但是救了我啊，还救了澳门很多饿着肚子等你下锅的人呢、啊。你知道吗？这可是6000吨的大米啊！哎呀，总编，汪景红是我同学，他原本就很喜欢写作。在香港这几年也接触到不少人物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很适合当记者。你这个老同学啊，文字我看了，感觉还不错，但是还欠火候。不过我想呢，磨练磨练也就好了，跟你当年一样。你的推荐啊，我们接受了。这两天把聘书就由你代劳交给他，尽快来上班。哎，好。谢谢子编，你先别急着谢，记者这种法不好吃啊。你转告你的老同学，要有准备。好，你这样吧，把这个带到文印室去打印一下，明天出报的。谢谢子编，去吧去吧。光蛋蛋头。中国人绝不是亡国奴，中国人绝不是亡国奴，抵制日货，抵制日货，善用国货，善用国货，抗日救灾，抗日救灾，保卫民族，保卫民族，为民生存，为民生存。
方太太，郑太太让我来请你过去商量点事。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我家太太没说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告诉他我晚点就过来。是。来，就是这笔账。这笔万老板我早还给你了。啊？那就这个，还是万太太亲收的。好，是他收的，他忘了告诉我了，实在对不起您。没事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满云，满云，喊什么喊？我又没死。郑太太说有事找我，我先过去一趟。等会儿，河马店老板送来15000块钱欠款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你签的字。是我签的，又怎么了？你收了钱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又找人家要，人家怎么想我？人家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我们只要钱到手就行了。做生意得讲信誉。现在澳门没货来，店都要关门了。还做什么生意？讲什么信誉？日本人封了海路，打不到鱼，你也知道。那就关门吧。关门也得上账。现在谁还会管这事儿？日本的军队就在香港旁边，整天人心惶惶的。而且那科马店的老板过几天就要移民去英国了。人家要走了都讲信誉，咱们怎么能这样？再说了，咱们马上计划回澳门，怎么跟老爸交代？我没同意去澳门。哎，嫂子，哦，啊，阿明，嫂子怎么了？别理他。哦，这次来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社长和总编都很欣赏你的文笔，而且你对目前局势的分析，他们都很赞同。那些都是你分析给我的，我不能参公啊。我才不参公呢。你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分析得入木三分，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爱国情感，令人感动。要不然报社怎么会做出请你的决定？真的？哎，这店里的生意也处理得差不多了，只不过香港政府总是吹嘘英军会保护香港，所以曼云他死活不肯回澳门。阿红啊，伯母又跟我谈过你夫人的事，平日生活上的小事你可以推着，但现在事关重大，您必须做出决断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了。我知道。现在澳门已经组织了世界救灾会，名义上是救济内地难民，实际上是在做抗日宣传，为抗日募捐，还要到内地慰问抗日战士。现在有不少人干脆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日队伍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再也不是一个口号。怎么这么快，说搬就搬了？曼云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香港肯定会被日本人占领的。他们每占领一个城市，那些官兵就会肆意糟蹋那些女人们。啊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他们在南洋，在广州就是这么做的。要不然我也不会把香港的家业都搬到澳门去。那澳门就会可靠吗？哦，我有一个表哥，他娶了一个葡萄牙高官的女儿。前几天他来香港，是他告诉我，有好多日本人啊是在葡国属地生活。这葡国跟日本人谈判，说如果要是占领了澳门呢，就把那些小日本通通都关到集中营去。再说了，这澳门是个赌城，什么都不生产，日本人要他干什么呀？对，说的也有道理。你也快搬回澳门吧，
我也好有个伴儿。虽说这澳门别的不如香港，可是这赌城啊是最一流的。对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过来一下，这边。哎，拿个虾饺。好。阿雄喜欢吃，多吃一点。严叔叔，澳门有虾饺是吗？有。等你跟你爸回澳门来了，严叔叔请你吃。谢谢。阿雄，你应该请严叔叔才对啊。我长大了，挣了钱就会请严叔叔吃好多好多叉烧包。来，啊，吃。哎，万爷，来来来，坐。吃虾饺很好吃，谢谢乖儿子。阿红，我决定了，我们回澳门。少爷，老爷又犯病了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，太太让你带着少奶奶和小少爷一起回澳门去。啊，阿强，咱们先吃饭，一会儿回家收拾。啊，阿红啊，我有点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好，咱们澳门见。好，澳门见。改变主意了，你这话问的，爸爸病了，难道做儿子的还不该回去？啊，是是是，哎，来来点东西，哎，来来吃点。阿强，去澳门，那房子和店面怎么办？先关了吧，这个世道，店面也转不了手。爸爸，我们是不是以后就在爷爷奶奶家住？是啊，想爷爷奶奶吧？想。那我以后还要不要上课？嗯，当然要上课了。以后啊，咱们就在澳门的小学里上课啊。那澳门有没有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吃呢？你呀，你以后要少吃零食啊，再吃多了就变成小胖猪了啊。我又不是女孩子，胖一点有什么关系？行了，你去收拾笔记本啊，咱们还得睡觉呢，啊！宝贝儿，以后妈妈请你吃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先乖乖的去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走吧。嗯，宝宝真乖。